这就是当年的城市少女啊。如果说当年的陈志少女是他们两个组合的话呢，到现在还不会解散啊，真的哦。你说不应该跟黄雅明就对了。对，你们两个组合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，截长补短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那个歌词怎么搞的？所以我们俩唱的都不一样。对，我记得的时候他就忘记，他记得的时候我就忘记。所以你看，刚好配的。所以早期如果有这个陈志少女是你们早就解散。不过可以互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虽然歌词不是记得那么清楚，哎，跟刚刚这样一转圈，舞蹈就很棒了哦。啊，对呀，对呀，我还偷偷一边唱歌一边讲，唱完那边这边两个月，我转一圈这样。我先转圈，然后再看他。哎呦呦，哇，哎，你不要乱转呢，你那个裙子这么短呐。对呀，哎，人家都说我裙子短，其实她的裙子才短嘞。哎，她这样太性感了吧？哎，你这个是透明的。对对对，透明的啊。她刚远远走来，我都吓一跳。我是这样看人家的，不是你搬因素算了，我看你。不用怕了，我们穿这些裙子里面都会有安全裤。有吗？我也看大哥，你还不是这样看？我有眼下垂，我一定要低头。哎，拜托好不好？福利社不是只有那一边的，人家的安全裤都露出来，我们这边安全裤怎么样？哎喂，他上面啊。没有啊，马姐要看上面，你够高要看。马斯蒂不是靠下半身的啊，他还不靠下半身，他靠哪里啊？你看他的上半身，哎呦，马姐是上下都有。他的身材，马扇戏头灯，你看看，对，多棒！今年最流行的那个。我听那个谁讲说，那个陈什么方？陈佑芳。陈佑芳说，马斯蒂胸部为什么这么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来这拢几杯啊。说那个是邝明杰，不是我，那关我什么事啊？不是，到底是你还是邝明杰？都没有啦，是我们上节目的时候，那他硬要找一些话来说啊。我马姐的是真材实料，我讲真的，那你是因为我都看过，你那是我有靠挤了。哦，哎，今晚要挤的话小心了。最近那个新闻在写，对对对，那鲁达威也后边吼，我马上爱记的呢吼，一路鲁达就我马上不接啦，好一路代志，你起码。基本我一定为了讲吼，变更漂亮。从后面啊，你为后边吧，你吼刷来头前遮，对对对，两粒变啊尖尖这种的哦，爱细腻。穿调整型内衣，因为调整型内衣你就要紧固加吼，然后加一流细胞拢细。纤维化，因为那个血液不循环嘛，它就会僵硬在那边。所以说本来胸部应该是 U 字型，对，它把它穿成 D 字型，两个 D。而且那个弄到最后变很死很假这样，那个奶啊。请你说胸部，那个胸部，那手也不需要这样，胸部就跟奶子一样，真是没有水准。别别跟我闹，乳房那个奶怎么样？不是这个奶哦，这样挤的话，真的奶啊，久了以后它变得很呆板。我跟他懒哦，摸得摸起，哎呦，困顾的就是哎，昂昂赶快嘛，你挤出来那个奶被这样，傻奶，哪有表情的？就脱下来，那个胸部感觉不会瞪你，没有微笑吧，没有眼神，对对对，那黑眼圈太多了吧？没有夸张啊，什么黑眼圈？你在家里，所以人家马姐没有，马姐粉红色的啊，真的吗？可是她有眼袋啊，不是。邝明杰，你这样赞美马姐，就好像说你自己啊，黑得发亮了。不是因为他们也，他睡觉的时候靠窗户嘛，他窗户晒黑嘛，那不一样。所以两位在，我们现在到底在研究什么？那是在研究讲好美丽诊所了。啊，对，为什么那么红？这个戏有关系的嘛。哎，听说你曾经演过一段戏的时候，黄品源的那个重要部位被你打。真的？你怎么演的？真的？真的？不是我讲的，我没有讲哦。对。可是我不是故意的。就是那一天，那一天是因为戏什么？他喝醉。那我跟黄品源要扛他进房间，对，结果他就一只手弄在我这边，然后他就在那边晃来晃去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今天福利很好，因为右手抓我女儿的奶，左手还那时候还没有，还没有，然后就一直走到房间里面，然后就躺下去嘛，大家因为他太重了，然后这样啪嚓一躺下去，然后他手就这样。”啪嚓！我很自然就这样的，因为喝醉酒的人手一定很自然这样哈。对。那他在我旁边，我就刚好放在那边，我自己手就弹回来，我吓一跳，他整个脸都红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然后我就很害羞，对不起哦。是被弹回来还是被打过来的？不是，我自己感觉到，我就吓一跳。你自己认为你打到他的 LP？ 对。黄炳源说什么？没有，我以为是碰到他的蛋啊，他不好意思啊，都很害羞。碰到蛋的声音不一样。跟砰不一样，但是黄品源说你不是碰到我的蛋，你是碰到我的小鸡鸡。没有，他不这样讲啦，他说你的香肠，是香肠啦。然后后来呢？因为接下来。
场戏呢被剪掉了，因为播出的时候被剪掉了，然后他第一时间就跑去告诉黄品源，黄品源说啊，真是对不起我的香肠。记得有空，记得没播出的。马思丽真的会这样子？哪有啊？我上次有一次在高雄也是、啊、哦，对呀、啊。我们就朋友请唱卡拉 OK 啊，他也是很自然的，就手一靠的时候，就会靠到你的重要部位。对呀、啊，这次是这个手，他的手会认亲人。没有啦，才不是呢。因为有时候大家都熟了嘛，坐的时候总是会靠嘛，那有时候要有手背可以靠，没有的话变成你的脚可以靠，他常常就是直接这样靠。然后那天我想起来，那天是那个。KTV 不都那种沙发是很长条的、嗯、那比如说我坐这边中间还坐了他，对，还坐了，那我要跟贺大哥讲话、啊、我就说哎、欸、我跟你讲一个拐子就上去，对，然后就哎呦，我很少有这种感觉，能不能个人再来安排一首歌曲？千万不可不会的，不是，汤米姐是没有问题，我就马斯尼这样为难他，马斯尼很好啊，马姐唱歌很好听，哎，有进步吗？有，真的吗？人家歌唱比赛第二名出来，拜托你吗？拜托你，听听人家的实力。欸、上次那个罗碧玲都来唱的，你忘了？对呀、啊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们还怕什么？对不对？好好，那我们一个人唱，我们唱一趴好了。来，什么歌？我当然要唱一个比较轻快的，比较熟悉的。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做秀，我常常的歌，常听到的歌。不会唱《爱在旋转》吧？怎么了？人家就是要唱《爱在旋转》呐。这样，爱在旋转，那你呢？我唱一首，你该不会唱那个什么刘家昌的歌吧？我喜欢他，我唱一首老歌，真的是他。不要唱《日落北京的钱》都可以。也是这首歌吗？故意耶！哎，有近视眼的一定会左手左脚吗？这样子吗？对呀，因为他看不到大字报。不是，第一个他看不到，第二个这首歌他也不会唱，第三个呢，他是我们这个戏里面呢三个中的一个音痴，其中一个。听说很会走音，来，四位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，从这一位，对，先从个儿高这位来。来，先讲剧中的演什么，哎，然后再讲自己的名字，好了。OK， 好，大家现场的观众大家好，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郝美丽诊所。哎呀呀。贺大哥好，杨帆大哥好，我是郝美丽诊所饰演护士贾星星，那我自己本身的名字叫陈佩琪，身高需要报吗？不用吗？身高报的话，身高报的话，三围要报，介绍三围这样。那就直接跳过去好了。他是 model， 他 model，、嗯、我是从模特儿界转过来演艺圈，然后这是我在演艺圈的第一个工作，跟林志玲熟吗？不同公司、哦、我跟思璇姐比较熟，陈思璇，陈思璇对，哦，对对对，哇，身材也很棒，谢谢谢谢，好，也是个模特儿，好，第一位来，啊，主持人好，大家的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郝美丽诊所饰演小护士优子，然后我是悠悠 TV 的蝴蝶姐姐蒋竹琳，蝴蝶姐姐啊，嗯，也掌声鼓励鼓励啊，谢谢。那这一位不用介绍，我知道他是从这个庙市出来的，是吧？那个神坛里面出来的。我刚才都同手同脚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怎么会这样？没有拍子，怎么这样？所以那边有人可以做一个八嘎囧的一种，八嘎囧。那刚刚那个佩奇在里面说要练台步，我说那你们会不会走那个七爷八爷的台步？对，他一直在讲七爷八爷，我想说他应该很正点，那就来一段好了。不是，他能把我的一颗心也跳成七爷八爷，那真的不容易。来，你来介绍一下自己来。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主持人大家好，我叫做我是郝美丽诊所里面小护士凯乐，那我本名叫做钟婉婷，谢谢。钟婉婷，钟婉婷。他很糊涂，他在我们的戏里面，他也是演一个很迷糊的人。可是他私底下其实也是很迷糊的。他曾经有怎么迷糊过呢？有没有？他有一次啊，就是我们一起去做宣传呐、啊，结果然后后来他穿着牛仔裤啊，然后就跟我们讲说，哎，我今天带了两双鞋，特别带了两双鞋，你们帮我配一下，一双蓝的，一双黑的。然后他就拿出来，我们想牛仔裤那蓝的漂亮啊，他真的那好好好，他就回去带着拿啊，我只带了一只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哈、哦，提到于大哥就会想到。雅萍姐，再来就想到于婉玲了啊、嗯。这个于婉玲叫于小萍，又叫于婉玲。长大的越像这个雅萍姐啊。对，一模一样。好像啊，真一模一样。嗯。来，也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在郝美丽诊所里面饰演一个护士，叫做马海伦，就是戴着眼镜的那个。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长大哦。嗯。那以前有这么多的机会都可以演戏、唱歌啊，想走这一行，为什么到现在？机缘巧合，他本来对这样没有兴趣的哎。哦，
是是，对啊，有一段时间都出国去读书嘛，对啊对啊，还在国外打工嘛，所以都没有回来，跟弟弟一起去嘛，跟弟弟妹妹全部都一起去，对，到加拿大去，对。后来弟弟也慢慢喜欢唱歌，妹妹喜欢演戏，嗯，最近他才真的走到演艺圈的哈。爸爸一起演戏真的有好处了，哎，保护他。第一个保护，第二个就是没人敢欺负他。这样没有搞头也不好啊。不是，不是最主要，哎，他现在他也不会想要这个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哎，不是我们去拍戏的时候，我们在东区拍戏，哎，他只要出去逛街或干嘛回来吧。他爸就10000块就给他了，然后后来我们去另外一个诊所里面，然后我们新的诊所去拍外景，然后那边有很多的保养品、化妆品，他直接就拿他爸的他爸的卡给他，直接刷他爸的卡，从来不用花钱了，多好啊！难怪他爸爸最近支票退票。哎呀！你要得罪人呀！好，今天让他们来了，我看我们这样好，我们让大家呢过过瘾好了。我们来到现场的好美丽诊所，其实他们个人呢，其实也有一些才艺要表演，有吗？有，为难人家了。这个佩奇是模特兒嘛？那我们这个模特当模特最重要，叫走台步。走台步，对对对。你先来示范一下，你来介绍一下怎么走台步来。哦，好。其实走台步很重要，就是要稳。然后有一些新手刚上来、刚上台走秀的时候，其实台步你先走一个不稳的给我们看看。不稳的哦，不稳的那凯乐看过的，不稳走别人来，凯乐来，不稳的凯乐来，凯乐来，为您介绍这一套睡袍，来睡袍，好，来今天最新的新装，来由我们的凯乐来为我们展出。走台步的时候，主要是要以一直线为主，一直线，对，其实我也蛮稳的，对呀，他也挺稳的。然后定点的时候一定要清楚，清楚吗？不知不觉八家将的样子又要出来，还会垫起来，他的手又要出来，八度走台步都这样吗？好了，这位小姐你已经被淘汰出去了，20块给你，你可以下台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怎么走台步哈。来，给你介绍，2005年最新的春装。好，配上无聊的牛仔衣，我们把牛仔衣给脱掉，OK。现在我们看到 model 的这一件 T 恤很可爱，它最可爱是里面的那件小可爱。哇！哎呦！哎，掌声鼓励鼓励！哎，感觉真的很好哦。哎，所以它很适合做 model， 因为 model 的胸部都不能太大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这个佩奇走台步的部分哦。谢谢。接下来蝴蝶姐姐。蝴蝶呢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蝴蝶姐姐，谢谢。今天来一段什么才艺呢？我不会走秀，可是我很喜欢跳舞。喜欢跳舞嘿。那我现在可以拉筋一下吗？拉筋一下，可以啊。谢谢。可以拉筋。你要怎么拉筋？要帮我们帮忙。啊，凡哥在这里拉筋啊。凡哥可以请你帮我拿麦克风吗？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不是拿拉脚的。不用了，好。怎么拉筋？我们来看看。哎呦，劈腿。哦。哇。哦，好厉害！哇塞，真材实料哎！是，这是前劈，可以侧劈吗？侧劈哦，侧劈吗？对，我可以把脚举起来。哎，你里面有穿安全裤吗？有穿短裤吗？有。对，没哪有一个人没穿。谁不穿三角裤出来的？你在讲什么东西？你们穿四角裤。因为他穿运动裤，我怕他们没有那个。你可以双腿打蝴蝶结吗？双腿打蝴蝶结不可以啊。双腿怎么打蝴蝶结？你告诉我。好，可以把脚举起来哦，这个不容易的，这姐姐是练过的哈，不要乱学。好，来，扶你，我扶。喂，右脚就举脚，我是不是没看到？对。你那什么表情啊你？没有，他在后台做运动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你这样表演，你将来一定会成功，是吧？哎，我真的没看到哎。什么？谁要看到？你要是看他脚有没有举起来？你在看哪里呀？看脚对啊。我告诉这么一个秘密，这一招邝小林也会。哦。邝杰。啊，对对对，上次有看他表演。请抬右腿。贺大哥，你都不懂，人家练蛋你要扶我一下。几乎都是练那个左腿比较多嘛。好，来，抬那一只腿啊。哇！多棒！你看。哎，所以你们两个可以举。贺大哥，你干嘛擦口水啊？不是。什么？一定要凭空想象。哎，你们两个哦，干脆抱在一起啊，举起来有点像圣地的感觉。两个 V V 这样。两个 V V。好，来一杯，两个各举一杯。一二三。哇！好，这段我们谢谢蝴蝶姐姐。谢谢。好，
好，接下来恐怖的来了哈。恐怖的，我是。为什么我是恐怖的？不是你的才艺，我们可以想象，你不可能是唱歌，不可能跳舞，对，也不可能什么走钢丝的啊。对对对。您说来一段数来宝还是绕口令？因为我国语版就讲得不好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反正今天来一定让大家笑的。啊，对。我讲台语也很好笑。哦，所以来一段台语的对绕口令，那两个听看麦哈。回想怕狗狗抱抱，再一次。老师来扣一下，然后来，哎，回想怕狗狗抱抱，狗话用抱抱。不是，你要有节奏感嘛？回想怕狗狗话用抱抱，是抱抱狗，也是狗抱抱，要这样子嘛？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节奏感，本来对他本来就没有节奏感，没有节奏感，我是大音星。你都放大酒，你的花椒酱来好看哦。好，好，来用预备起。回想怕狗狗破用宝宝，是宝宝狗还是狗狗破？哎，破一下破了。我还是适合八家酱。对，你看他一八家酱的时候，他的对就好很顺。不过再一次的声明，他在我们戏里面呢，他演的是柜台妹，不是护士，因为很多护士已经抗议说，不要把我们护士演得那么笨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在这我们要郑重解释一下，他是柜台的那个办事员，不是真的护士。最近我们没有污蔑护士的意思。没有。最近有很多接待员跟那个柜台小姐也在抗议了哈。不要把我们的柜台演成这么。好，我们谢谢，谢谢。